晃一下子，我就拿回来，咱人情也消了。你这心眼子，行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来，我借你啊。这个钱他如果收了，就算我的，好不好？叔啊，太谢谢你了，用不着。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，我怕耽误孩子前程。没事，行吧，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。也是白比划。叔，你说这钱是我给呢，还是孩子给？你交代儿子，让儿子给。那好，趁他注意。爷，给老哥来了。哎呀！哎呦老哥，老哥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小子，刚下飞机哈，一年多了啊，这一年多了，挺好的是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你气色挺好啊！哇，气色，家里都温暖吗？是，地球都变暖了。你家长一年辈是吧？都当老爷了。不是，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。来来来来，坐。哎呦，在家。我们去接你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客气，老哥。怎么了？去年怎么了？那得场大病啊！啊，怎么悬透了？搁上海。我都去那边了，走半路，人家同事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，说是缺主持人。我去。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，您去给我当嘉宾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是热吧？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来来，一个多来，来，安排。挺好的是吧？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，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说，顶上了。啊，衣服挂顶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我他看着了吗？没有。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那啥，你是不是有点冷啊？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没有，你这天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。这屋里看你这都走冒汗了。那什么，你把棉袄拿来，那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。来来。那什么，哎呀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钱钱，指定是钱钱钱钱。哦，哎，啊，徐老师，这个这个，谢谢谢谢，你帮我装着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等着，老哥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喂啊，我媳妇儿，我，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那么10000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放？我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。啊，我到了，到了，这么就是啊啊。就我媳妇的电话啊，收了，啥收？妈没收了是？看一个那个孩子，说他有点本事，林蛙。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田蛙，你要看看呢？是有什么本事？别看了，没用。怎么没用？就是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去得了，去得了。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不是老穷了，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。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哎呀妈，现在还有饥荒呢。哦，这刚拉的。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，我先给垫上，我路费。路费快回来了吗？没事啊，那行，看吧，放心大胆的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那什么，那什么，那个，你别老激动，立正的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们一会儿。哎，我太厉害了！你们是来点高难度的，来，上干啥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！啊，这翻这么高啊！哇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兄弟，你怎么上座上？你给我上来！不用，不用，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啊，本事太大，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不是，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的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来就上树了。你别插话了，你跟拿下来，你把那凳拿那干啥呢？那吓着人家，你还要上那翻？告诉我，就是天赋，
跟我爹学的。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大兄弟，这你也有功夫啊？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，老哥，赶紧帮拨电话，120是多少了？起来了不？起来！起来！你别说，你也可以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主要是气质。哦，这还气质？不是，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我是跟我爹学的。他那祖辈传，他爹更厉害，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。哦，死的老惨了。像我们习武这人，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。不是，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？哦，给那个毕老师那个，唱两首好不好？能唱歌啊？需要的就是唱歌，好吗？你都能唱谁的歌？啊？你愿意听谁的？咱们来外国的，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，斯瓦辛格的，来一段。不是。那是谁？那是萨马兰奇。你别扯了，哦，那是阿凡达了。不，那个那是帕瓦罗蒂。对，来，帕瓦罗蒂的，快点，那个正经唱啊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别紧张。妈呢太高了你了。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。海螺音？毕老师他说错了，那叫海豚音。哦，海豚音。对，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。维塔斯，维塔斯，来，来吧，来上。人家唱歌，您在这干什么？扮演海豚呢？这海豚你怎么了？都这抽了都？不是，它疼，它不疼能这么叫吗？你呀、啊，小伙子，叫田田娃，田娃，你就等一下，过了年之后去北京，好不好？谢谢您，毕老师，好吗？你干啥呀？我就先去到乡里去，乡里去。不，你儿不在这等我吗？那不是他，他定去北京了。去啊，去，过了节就去。咋去啊？坐飞机吧，咋去啊？飞机随便坐呀。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他刚才你忘了，就买票困难。我知道啊，机票钱是吧？票那那个就这样，那个。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-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。不够。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。不够。咋够了？够了，绝对够了。我俩是组合。不，他爷俩组合。爷爷他都去吧，那没去过北京。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，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。那8000，8000，好吧。那不用查了，那是10000。哎，你怎么知道10000呢？我不去了。还有2000呢，老哥，你随便买点啥行吗？行，那行，回来了，什么回来了？我说那人都回来了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好，我抓紧时间。哎呦，你妈，看着没，多好事儿，事儿也办了，钱也回来了。哎，这2000是你的啊？啥玩意儿？这不都我的吗？不是，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。那
不是我这不你给我那拿一万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拿那一万块钱，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？收你不说算你的吗？收完、啊、你装啥糊涂？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，信封可以给你呀、啊，这是。那我钱呢？那我钱呢？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？完我说，哎呀，他肯定兜里还有一万块钱。孩子，你去撵毕老师去，你说这整差一万块钱。哎，爷不用撵，毕老师回来了吗？都。老哥。你跟我玩游戏是不是啊？就发现能力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一万块钱，已经给了他了。我怎么还有一万块钱？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呀、啊，刚开始啊，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，这家伙说你来了，给你拿一万块钱，怕这事不准上。完了，表示掉地下来，完你误会了，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，那赶紧收回来吧，也不能要。哦，那这个样吧，那一万块钱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好吗？来，毕老师，大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拿着。我跟你收了啊，这钱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收这钱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。你逼人家犯错误呢，人家能收你那钱吗？就整没用。他不收，我心里能有底吗？我收，不是你真收了。哦，大兄弟、哎，如果去北京，你们是第一次去吗？哦，我第一次去、啊。长城去过吗？长城没有。颐和园去过吗？幼儿园去过呀。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、嗯、那得需要盘缠呢、啊、需要旅游费啊、嗯、啊，这个是我的意思，好吧，拿着。行，我领他们去，那我跟你去。不是，那什么，我能找着。我这样，你儿子等我了，好吧。哎呀，就是这个，我的回来了，这钱还不明白吗？还花啥旅游啊？不是，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？人家是属于给俺俩旅游的钱，人家心多善良啊！人家，你咋装糊涂呢？我不跟你俩说，来来来，孩子，你看明白了，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。你，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，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，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，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？那我钱顶哪去了？你钱，你那不给你两千块钱吗？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，你看着没有？那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了，行不行？我认了，这个事儿就这样。那个不管咋地，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。毕老师要不认识我，也不可能上这来。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？爹，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。叔，你那这么说，那么的，我就少去一个地方，我就给你扔200块钱。你上哪去？那我出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这，我爹头回这么大方，给我都一块一块给。那我回去了，说啊，你给我站。你这样，那个啊，嗯，这你帮我捋一捋，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我说叔啊，我说那个老毕来了，我儿子呢？接他去了，接他去。我说叔啊，你借我一万块钱呗？你干啥呀？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。人不能要，他不要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。你这么的，他如果要这钱，就算我的，行不行？对，你说完这句话，完我。你确实这么说的，完了你就借我的吗？钱搁哪借的？搁这抽匣里拿的吗？嗯，钱呢？钱就是这就在这里搁了，完了你给拽出来了啊。嗯，哎，完我说叔，你借我一万块钱啊。不借。上哪借？上哪借？借啊！对呀、啊，啥？不对，你才刚你是借我了呀？我现在不借了。这借钱的人太不准正了，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。还去？谁来也不借了。你该爱上爱哪借哪借去。不是问题，你怎么还没演完，还得往下演呢？没演完，那演不是这个钱，这是老毕那钱，那是这个钱，来，咱重演了。爹呀、啊，不能演了，再演咱这钱也没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没演完呢，你别演了，走吧，赶紧回家。拿走，这。哎呀，反正我俩扯呢，你还差点没扯着我一万块钱。